吴新宇，我们先来看一看本期长琴讲座需要了解的题型。这个呢是一个小木白旗高挂啊，黑旗飞起来以后，我们这个经常能看到的一个这个定式啊，白旗头退，那么黑旗虎，这个呢？白棋拆，这个呢是很普通的下法啊，普通下法。那么当下成这个形状以后，以后这个棋啊，当外面黑棋来逼住白棋以后啊，就拦住白棋以后，那么这个地方啊会有些什么变化啊？作为白棋来说啊，该不该补？那么白棋不补，黑棋以后有些什么招法？这是呢？本期呢我们需要这个来学习的。当被黑棋啊逼住以后呢，这个白棋补一手啊，当然呢是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堂堂正正的一手棋啊，没什么大的毛病，只不过呢就是说呢显得呢稍微有一些这个缓，稍微有一些缓，因为呢这个被黑棋拦住啊，白棋跳起来，这两手交换本身来说啊，黑棋呢，它先手走着的呢，还是有收获的，还是有收获的。那么作为白的一方来讲呢，当然是啊，希望这个你拦住以后，我暂时不走了，不补了，去抢占更大的大场。那么当黑棋拦住，白棋不走以后啊，这个里面有些什么变化啊？到底有多严密？这个呢我们来看一看。当白棋不走的时候啊，黑棋接下来的招法呢其实呢很容易想到啊，这个是几乎呢可以说是必然的一手，那就是打入啊，打入。其他的手段我们都可以把它这个剔除掉啊，比如说这个飞扩成这个外式，这个呢一般来说不太可能，被白棋轻轻松松啊一手就把这个棋呢围住了，目数呢也有不少，这个黑棋肯定不肯啊。从这边来也一样啊，这个白棋呢也可以老老实实的补住，这个黑棋总的来说呢收获不大。所以作为黑的一方来讲呢，他肯定是呢就是说要打入的啊，以最凶的招法呢来冲击白棋。打入以后啊，白棋怎么办？这时候呢，白的呢，主要呢是有两种下法，两种，一种是这个压住啊，一种是压住，另外一种呢就是小接啊，就是小接。除去这两种以外啊。其他的招法呢，白棋呢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不能考虑的，比如说啊，你说我尖出来这个棋形呢看上去不错，但是被黑棋一尖以后呢，白棋两块都已经被分断，而且呢还是没有眼位的棋，白的不行啊，白的靠这个啊现在也走不到了，也走不到了，黑的搬啊，白棋退，那么黑的再尖出来，这个呢结果跟刚才尖呢大同小异啊，这个段呢并不厉害啊，这个段并不厉害，这个段呢黑棋可以由于这个形状它是比较厚的形状，黑棋可以打吃，白棋立啊，黑棋粘，这个地方呢白棋呢由于无法吃通这个子。作战呢依然呢是非常的困难，所以白棋这个压也是不能考虑的。所以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这边压这个的变化啊，压这个呢变化呢其实呢也就是说相对呢比较简单，那么黑棋顶啊，黑棋肯定是顶，白棋呢盖住，白棋盖住，白棋
它现在退啊，想切断这个黑棋与这个子的联络，这个招法呢是过分的啊，是过分。这个黑棋其实很简单，它一冲啊，冲完以后大家就可以看出来白的这个棋形啊很破碎的啊。它就算啊先搬啊也可以。那么你这个已经挡不住了，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已经挡不住了。如果挡住的话，再被一吃，这个形状就崩溃了啊！你要是粘上了，它一打吃，再一打就打死了。当然黑棋先打也可以啊，先打你粘上，然后再打吃。这时候呢，再搬过呢也可以考虑啊。即算你能这个争死这颗黑子，但是呢，这个外面被煎以后，里面整个大块这个白棋就是几乎可以说是死在里面了。所以说黑棋顶的时候，那么白棋也只有老老实实挡住啊，只有老实挡住。那么黑棋再搬啊，白棋呢粘上，黑棋呢连回去，这个时候退啊也可以，顶住也可以啊，根据这个情况而定，就退一个啊。那么呢，这个地方由于接下来还有这个挖的味道啊，这个接下来白棋呢大致上呢还需要补一手。以后黑的搬，这个也不能被人家藏进去，这一藏进去整块棋都没有眼了，能补。这个呢上面基本上能够点着一下，那么呢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啊。这个结果就是说呢黑棋通过这个打入可以说成功的啊破掉了这个白棋的实地啊，自己呢连回去以后呢在实控上呢也有所收获啊。而白棋呢整块棋来说呢相对呢比较委屈啊，比较委屈。以后呢这个也谈不上这个是这个后事啊，谈不上后事。以后呢还有可能被这个黑棋粘上啊，被这个黑棋粘上以后呢局部来说还是没有两个眼的，还有可能呢被黑棋搜刮。那么这个结果来说呢，我们说可以说呢黑棋啊收获很大啊，收获很大。同时更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个是黑棋先手啊，这个是黑棋先手的便宜，等于说黑棋通过打入以后就先手获得了这么大的利益，这个可以说白棋啊它是很难接受的啊，很难接受的。因为这个不但目数没了啊，棋呢还被人家这个搜刮得很惨。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变化以后呢，就知道就是说当黑棋打入的时候，如果白棋啊只能压，那么被黑棋就这么顶过去以后，白的啊被黑棋先手搜刮的比较这个心痛啊，比较这个心痛。作为白棋呢应该来说呢是比较难以接受的。那么白棋在这里呢还有一种就是最强的下法，就是尖住，尖住。你打入到我这里面来啊，我要尖住啊，把你关在这里面，不让你这个子轻易的啊和这个黑棋这个子联络，这个是比较凶的下法。但是能不能成立啊还是一个问题，还是一个问题。这时候啊黑棋冲可以说是必然的，然后白棋搬，黑棋呢再拖，这个是一个连贯的好手。在这里呢需要这个注意一下这个次序啊，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次序。如果你先拖的话，那么白棋就可能搬在这了啊，搬在这了。当你再冲的时候啊，白棋它就不帮助你了，就直接从底下爬过去了啊，就爬过去了。这个呢黑棋吃亏了啊，你这个子虽然能跑出来，但是很明显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它帮助也行，甚至于来说直接给你吃掉啊，这个也行。这个黑的这三个子毫无意义，因为白的已经度过了啊，这个子这个损失也非常大。
那么白棋搬的时候，你黑棋现在断，那么白棋呢也可以爬过来，啊，爬过来。总之呢，白棋能够从底下连通，还同时还获得一点一定的目数，也活了。那么白棋呢，它能就能够满意了。所以这是说呢，黑棋先冲啊是次序，白棋搬，然后再拖。这时候白棋他就不能搬这个了，搬这个很明显，这一段这外面是双叫吃，啊是双叫吃。那么当然这时候，当白棋黑棋冲的时候，白棋尖这个啊，黑棋也不用怕，啊，还是要求度过嘛，不是？那么。如果退，那当然白棋呢爬过去，这个呢勉勉强强白的呢还能接受啊，白的还能接受。不过呢这个时候呢黑棋可以挡住，你现在只有八呢，不能再让我藏出去，那么黑棋这时候再挤啊，那么这两个损失啊白棋就比较大了。你不能粘这个，粘这个一打吃一顶就死了。那么白棋只能粘这个，那么黑棋呢可以打爬，这个结果很明显白的不行。那么这一扳，打吃掉，这一这个可以说几乎白棋就死在里面。所以黑棋冲白棋搬啊，黑棋拖的时候这个是好次序的话呢，那么白棋呢也几乎是没有办法，最强的话也只能搬这个，搬这个，那么黑的退，白棋粘上啊，由此这个交换以后呢，黑的可以看出这个气呢慢慢的也变长了啊，眼位呢也逐渐丰富了，然后呢这时候呢可以呢用墙再搬出来，再搬出来，这个形状很明显，我们逐渐可以看出来呢这个棋啊白棋的这个形状有点这个支离破碎啊，有点支离破碎。那么同样啊，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行棋的次序，行棋的次序。现在不能，你不能先这个，不能先搬啊，先搬了再拖啊，逼迫它断了以后再拖啊，那这个不好。这时候呢，白棋呢有个这个鱼形的强手，大家要注意啊，不能忽略了这个弯三角。这一下黑棋马上呢就变成这个黑棋崩溃了啊，就变成黑棋崩溃，不能打，只能立的话这一冲啊，很明显这个气也不够了，这个气也不够了，这个黑棋不行，所以一定要先拖啊，这个大家注意，这个次序就是说，黑的先冲，白的搬，黑的拖啊，拖完了以后再搬出来，再搬出来。搬出来，那么白棋呢势必也要断啊，也要断。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还可以啊找个空隙在这里填一下，加它一下，这个也很关键，这个加它一下，这个时候白棋呢也比较难受啊，比较难受。就局部而言，白棋呢已经呢不容易这个主步了，已经不容易走。搬这个是不行的啊，搬这个和搬这个是一样是不行的，因为这上面有打吃。这个已经被吃掉了，这个不行。那么作为白棋最强的，它肯定只有立啊，因为立这个地方呢有两气气，刚才一搬的只有一气。那么即使这样呢，这个白棋啊也是非常的勉强，
首先我们看看，就是说黑棋接下来再断打，把这个白棋的这个所有的断点的问题都给它追究出来。对啊，现在当然黑棋不能打这个啊，现在黑棋打这个白棋可以粘上，你一手打不死他呢，那么他直接就把你吃掉了，但是没有关系，黑棋可以藏啊，黑棋可以藏。白棋啊得出头，白棋得出头，你直接收气不行啊，直接收气的话这个比较勉强，因为这个黑棋虎完以后这个一般这白的不行啊，你跳这个也一样啊，这个白棋黑棋一般也是死了，那么等于只有出去啊，出去。先不管这边的情况啊，先不管这边，那么这外面呢黑棋就贴一下，以后再往这里飞啊，这里飞，这个是对杀的要点。这个棋呢局部呢白棋已经呢说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里面这个对杀的情况，白棋只有挡，这时候黑棋并啊，是这个藏气的好手。你不要急于去紧白的气啊，因为这个地方你去紧白气的时候呢，同时呢也紧住了自己的气，这样不好。这样这个你这样的话反而呢气会不够啊，反而气呢可能会不够。那么这时候单并啊，这个攻气先不要紧是比较好啊，白棋呢可以说呢是已经呢很难杀黑棋，如果点黑棋都跟着一啊，我先确保一只眼，那么白棋你再去杀的话啊，再去杀黑棋呢，这个黑棋不用怕，我们看看啊，就都跟着一把这个气摆清楚一点，大家能够看得清楚。那么作为这个白棋来说呢，强杀是不行的，只能呢这个地方啊做一个什么呢，双活啊，这个地方是个双活，而且这个双活来说呢还是一个呢白棋后手双活啊，白棋后手双活，这个外面这个如果再龙到黑棋下的话，这个形状就是已经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土的形状啊，非常土的形状。那么作为这个里面来说呢刚才稍微注意一下啊，黑棋就是说可以先不收这个棋啊，这个棋稍微好一点点，已经是这样，这个结果也是一样，就是说呢局部呢是一个白棋的后手双活，那么外面黑棋一走的话，这三个子这些子都非常重，而且都不能死的啊，一死里面就没有双活了。这个棋可以说呢是这个白棋啊这个不行啊，白棋不行。那么了解完这个里面这个对杀了以后啊，了解完里面这个对杀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白棋呢如果走的话，最好结果也只能走出一个这个后手双活啊，后手双活。那么呢这个变化呢我们就可以说什么，是已经把这个白棋啊给否定掉啊，把白棋给否定掉，也就是说呢白棋不行。那么白棋不行，我们呢也就可以看出啊，这个棋就是说当被黑棋打入以后，白棋呢非常难办啊，非常难办。等于兼一个啊，这是最强的变化，我们把这个稍微复习一下啊，黑棋冲了以后再拖啊，拖完以后再搬，这个呢几乎是命令啊，命令的这个形式，同时呢让白棋呢也没有这个还手的余地啊。
那么这个结果呢，白棋不行，也不行的话，也就是说明这个尖是不行的。那么尖不行啊，压一个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压一个以后呢，这个太委屈啊，太委屈。这两个变化呢，我们了解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得出一个结论，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呢，对于这一个我们常见的形状啊，当黑棋拿过来的时候呢，白棋啊还是需要这个补一手的，就是说需要补一手，或者说呢，这个补一手啊是非常大啊，是非常大。那么跳一手呢，应该来说呢是比较正常的形状，正常的形状。那么有的棋友肯定就会问啊，那么我这个既然拆三被人家拦住啊，这个我只能跳起来的话，那我是不是稍微有点这个吃亏啊？稍微有点吃亏。同时为什么有时候高手这个在实战对局中啊，他还这么下呢？啊，还这么下呢？那么呢，我们呢来稍微更进一步的啊了解这个棋形的形成啊和周围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看。对于这手棋啊，有时候呢，这个还有棋友肯定知道啊，那我还可以小拆一个啊，小拆一个。虽然没有这一步走得远，但是我这个更结实，你以后拦过来啊，我就不用补了，也就是说防止了你这个先手。很有道理啊，这个确实是很有道理，因为你这个再打入的时候呢，那么白棋现在可以尖住，这个黑棋施展手段的空间呢太小。不过小啊有小的好处，也有这个小的坏处，就是呢不利于以后的扩张和发展。那么拆三啊，可以说我们说的这个棋形还是不错的一手棋。那么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呢，在拆这个的时候啊，一般来说在这个上方啊，这个有个子接应啊，有个子接应。当这样的棋形的时候呢，可以向大家这个推荐一下，就是呢我认为呢，走这个啊很好。这个地方呢，由于是自己的子啊，不太惧怕啊，你在这一带行棋，那么我这个子越接近这边啊，那么呢，对这边的帮助呢可能就越大，对这个子相对来说就会越大。那么你再走这个的时候啊，那么我肯定呢就不会补，我这个当然就不会老老实实补，被你舒舒服服拆二了，我肯定要逼住你啊，逼住这个黑棋呢，反而这个子啊显得有一些这个过分啊，显得有一些这个过分。那么如果你再打入啊，再打入的话呢，如果这边是这个形状啊，我这里都有两个子帮忙了，那么白棋呢，我完全这时候呢可以考虑，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手段一样啊，这个黑棋反而难办，这个好像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是你黑棋拆的有点多，被我白棋反过来打入啊，这个黑棋反而就是说觉得这个自己啊形状不好啊，不好。这个白棋呢可以说是完全可以战斗的，所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运用这个棋形，如果这边是自己棋子的时候啊，这个棋形是挺好的啊，是挺好。对方这个逼啊也不用怕啊，你反逼呢就让他先变成孤棋，这个不用怕。那么相对而言啊，如果对方啊这个位置是黑棋这个子弟的话呢，那么就需要注意了啊，需要注意。这个黑棋一拦过来呢，就有点这个先手味道，就有点先手味道。你现在不可能再进去啊，再进去这个区别太大。那么所以呢，这个几乎可以说呢，白棋呢就只有补一手啊，补一手。当然呢，白棋这个形状呢，也很好，也无可厚非。其实也啊，即上就是白棋总是这模样，让你黑棋难找一下，
我这个跳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跳完以后挂进去也挺严密。这个呢就是说呢，白棋呢它也是可以接受的，白棋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呢，相对来说呢，可能这个啊更加呢好一点。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就确保你这个拦住呢是一个后手啊，是一个后手。所以说啊，黑棋即使走这个也非常大啊，也非常大。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差了一手棋啊，差了一手棋，相差白棋多了一手棋，但是白棋的这个空间啊变得更大。这个好坏呢，有时候也我觉得也是很难讲的，也是很难讲的。白棋呢未尝呢就是说呢不能考虑啊，白棋未尝不能考虑。那么了解了这个以后呢，对于这个定式啊，或者说是这个形状啊，这个以后的周边的配置问题，大家呢希望呢有个这个新的认识，在实战中呢，这样呢你呢就能够呢更加这个好的这个运用啊，更加能够这个好的运用啊。我们再简简单单的呢再说这个说远一点啊，说远一点。比如说这样一个棋形，如果是白棋的话，那么黑棋作为以后呢在这一方的利用呢，应该呢就从这边过来，这边过来。我们刚才所说了这个不好了啊，追究这个白棋这个拆大的这个责任已经不成立了，是吧？被白棋逼住以后，你再去追究这个会被白棋反击啊。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呢，以后对于这个棋形的利用呢，主要呢还是在这个上方，要转移到这个上方啊，转移到这个方向啊。比如说这个子是白棋啊，这个子就有可能是黑棋啊。那么这个子是黑棋，那么这个子呢就是白棋啊，这个一人一手棋嘛。当黑棋啊对这个形状不能从这边来追究白棋的弱点的话呢，那么以后呢应该呢就要从这边来追究这个白棋的弱点。那么呢就是呢从上面啊借用，从上面借用，有了这个借用以后呢，同时呢顺便扩张自己的这个模样。这个也可以说呢是这个棋形啊一个常用的定型下法啊。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就是白棋啊拆一啊是本手，有了这两步交换呢，黑棋压缩了白棋的实控，同时呢扩张了自己是可以接受的啊。白棋大家注意，这个贴啊是熟手啊，贴和长啊本身交换帮了黑棋的忙。这个地方呢虽然暂时补住了，但是以后呢总是有这个靠的这个余味啊，这味道不干净，所以呢本手是这个。那么黑棋啊由此交换呢便宜的继续其他走也行啊，要想继续扩张呢，接着点啊，逐步的呢压缩白棋，同时追求白棋，抓住白棋的这个弱点，同时呢扩张这个自己的模样。可以说呢，这个是黑棋以后啊不能从这边追究白棋这个弱点的话呢，那么从这边走是一个呢很好的，可以说是这个行棋的方向啊，行棋的方向。那么通过这个本期的讲座啊，我想就是大家呢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定式的这个形状啊，对定式这个形状在周边什么情况下的运用啊，黑棋如何利用以及白棋如何防守等等啊，有了一个呢更深刻的认识啊。本期讲座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大家再见。